是2024年这个马星麒麟争霸赛。喂。大家好，我是 Gabriel。我是杰奇。今天呢，就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活动。对，因为刚才凯宾在车上跟我吵架。今天是2024年这个马星麒麟争霸赛，然后我觉得很特别，是因为没有人看过麒麟比赛。哎，重点是我连麒麟是怎样舞的我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到底麒麟是怎样比赛的。来，来跟我 hello。啊，可以来。加油！加油！非常感动啊，那么少人还可以有人给我拍照。古来文化艺术节2024开的，然后这是马星麒麟争霸公开赛，是他们是公开的，没有遮起来的。废话。所以这边呢有整个队伍罢了，然后再相比两个队伍、okay. 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大概看到是有两个国家的比赛啦，就新加坡跟马。希望大家每个队伍都可以加油啦。Hello。OK。讲真的，我们也很好奇，我们第一次看过麒麟比赛。等到麒麟比赛呀、啊，这个规格跟你是不是在差别大？麒麟的要求是跟男子很大的分别，就是因为麒麟有麒麟的舞蹈法，跟乐器啊，跟形态啊，所以跟男子很大的分别了。就是男子有的有些东西是能表情出来，就是比如打眼睛之类的，麒麟是完全不能。麒麟没有打眼睛啊？没有。所以真的是你要用你的想象力去画出来。现在开始已经演变了，以前就是讲传统的，就是一泼菜在地上，就是对那个菜鸡传。可能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创新了起来，是开始有道具，这里有一个故事内容在内的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来自哪一个团队？哦，新加坡。哦，新加坡。啊、对。2017年啊，对，我们2017年是我们家的团体拿到最高分，然后2019年也是我们两个团体拿到最高分。哇，所以我很期待，因为真的没有看过麒麟比赛这件事情，因为重点是我们连麒麟的一段表演都没有看过，我们就看过那种游神可能出来一下。今天有机会看到，对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加油加油！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讲啊，如果这个麒麟它放在那种街头啊，那种黑白的电影啊，它是一个非常毫无违和感的一个传统的东西，真的是很好看，很特别。哇，他们回播，对，有失误那些可以回播，很好哎。这个教师傅有跟我们讲过，就是为了公平起见，有录影是最好。如果今天大家有要去争执什么，都有一个证据这样子的。裁判请亮分。要裁判。要裁判。八点六五。二裁判。到这种比赛两边的啦，最累的是谁吗？最累的就是裁判，因为他们要走两边啊，这样他们俩这边呢就要移到这边去。其实这个是很好的，我觉得很效率啊。对，因为这边一比完了，这边就在准备，然后这边就开始比，然后这边比完了呢，这边就已经好了，就可以继续下一。像我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，就是他们的师辈很强。主题及内容的占分比是一分，鼓乐节奏配合的占分比是两分，
创新及传统的占分比是两分，还有形态神态步伐占分比是三分。偷看评判的商业机密，了解了，你看得懂吗？喂，你怎么偷看人家答案？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规格是很好的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哪里有问题。检查了，你们多么严格，石头石碑全部都要检查。一眼就看到你，这里也是看着我长大的。龙姐，嗨，我们的最强主持人。没有了，没有。我都快 IOM 了好久了。包，然后有个包在开口，是把手套进去，然后用头顶住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样跳出来，这样子，这样我们才会欢呼，因为不然他的头会失误，他是掉错，是吧 ？Rocker， 你在表演的是 Rocker， 而且他们弯低。OK， 来来来，Zombie， 喂，过分，我头发乱。我讲他穿那个那么美的衣服，还是背着这个背后的背，真的是限量版的，你还敢？另外一队哦，好像很小嘞，你看，小孩子啊，哇，很帅耶！他这样子披上去那个铁架上面。
显示哦。我只能讲，这个 TV 有吓到我一下，我之前有联络过他们的。那我当今天看了他们的两个表演的比赛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东西我都懂他们在做什么。Then, 懂没？不懂啊，没理想啊，刚刚。最后我们呢，8-3。哇！我今天我觉得这一个真的很特别了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，不管是他的音乐还是他的心态什么都好，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很少人有麒麟队，是吗？对对对。麒麟队伍，对。而且他们不要选舞狮，不要选舞龙，去选麒麟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。很多。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文化也应该多多被，也应该多多被人家看到。那我也是要如果。有麒麟队需要我去宣传或拍摄啊，然后让大家更多认识啊，我觉得都可以。本身我们也很熟，很好奇一些啦。对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这次的冠军啊，目前来讲是看到是8.89，对，就是那个新加坡的温馆。对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。哇，拜拜。妈妈就去那妈妈吹一吹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巴拉巴拉巴拉，选择一对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带我去去去去妈妈。1块钱一片。